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宅男的开包。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喷火焊枪和这个万能焊条来焊这个水果削皮刀，把它这样焊住。这个是不锈钢的，看看能不能焊住哦。好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我们开始焊一下哦，焊一下喽。先加热，这个如果有锈的话，容易焊不牢。好了，看看行不行，挺难焊的，焊的时候会变成一颗圆圆的珠，勉强焊好了，咱们削个苹果试试。好，现在给大家削个苹果试试啊，看，完全焊牢了。效果杠杠的，很快有没有？就是焊还是需要有一点技术含量的，不是那么好焊，耐心一点可以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回再见。